是一个在后期潜伏了多年的火星忠实观众啊。虽然目前还只是个无人在意的小透明，但是在熬走了一批又一批的前辈后呢，我终于等来了火星六啊！是时候轮到我为爱发电了。接下来就带大家见证什么叫做真正的后期友人系列。好妹妹辛苦了。哇哇哇，哇，今天好卷啊，感觉今天大家多少都有些隆重啊。就我像服务生今天。呼噜斯，呼噜斯，好美哦！哇，美，好看，这套 look 不错。哇，丝袜全部烂了，丝袜破了，什么鬼？丝袜整个烂，全烂了，做不了丝袜代言。哎，布瑞吉今天穿人的衣服了。今天有点冷。哎，坐那儿了，尖儿。被挤走了。哎呀，那美翻，美翻。哇，娜扎姐好红啊！你好像会跳那种。很像斗牛那种，很像斗牛。哎，可以哦，可以哦，今天斗牛可以哦。你要斗我？娜扎姐，他们说你好美啊。谁在说话？我在说话，我在说话。他们说你想加微信是吗？啊，问你是不是想加微信，可以吗？没有。别整这些了，搞得我真的很那个。以后我看到你就这样锁臂。开玩笑的，我不是那样的人，我都拉群。渣男陈子明。他们问我为什么要立这种人设，因为没有人设其他立了，都被人立完了，都被好人设都被用完了，就这种凹糟的人设留给你，关系户啊，渣男啊，神经病一样。那张你为什么要一直看啊？你不放心啊？我在想我什么地方说话。我觉得你 freestyle 就很好笑了。啊，对，你也发现了。你们喊老公的时候加一个姓，我容易看，也我容易答应。什么意思啊？他们喊老公，他们不加姓，有人喊老公，我说哎，我也在。杨老公，杨老公，杨老公。哎 ，Hello， 我欠你钱、哎、是吗？我觉得一般人寻常时间还是都是有边界感的，但是有的时候一旦喝了酒，那个边界感就会越来越丧失掉。这个很容易哦，确实很多时候喝醉了就会变一个人，因为我其实就是这样的人啊。
你酒量好吗？不好，就是不好。平时我特别怕陌生人，就是可能有一些人我熟悉了之后就会跟他称兄道弟，但是我真的也是喝醉了之后就突然感觉全天下都是我的好兄弟啊。我会表现得非常尊敬别人，就是有一次派克特的巡演，你知道吗？就一个说唱歌手，我去当嘉宾，然后就是一桌都是很多说唱歌手，然后有很多是见过的，有的是没见过的，有的是以前经常听他们的歌，特别喜欢。在喝醉之前，我就是啊，你好，你好，我特别喜欢你的歌，特别喜欢。喝醉了之后，我就觉得这种程度的尊敬不算尊敬。我还记得有一个比我大一点的哥哥，啤酒瓶，他看我喝多了，没有了。他看我喝多了就给了我一瓶矿泉水啊，说弟弟你先喝点水缓一下。我就拿过水之后把那个盖子翻过来倒了一点水在盖子里，哥我先敬你一杯。哇，用耳朵喝。我当时就觉得只是用嘴喝体现不出我的尊敬，用耳朵喝尊敬吗？后面我的边界感就越来越模糊，我就觉得我那么尊敬你，